现在已经到西双版纳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取行李。人，人，我们的三人穷游记开始了。Go go！ 这是我们这次的导游，地陪。看那小脸蛋，小脸蛋，多精致！哎，抬头了。谢谢哥。哇，我现在，我们现在真的，就是到了这里之后，感觉很多烦心事就没了，然后就很放松。就是前面这位说的，我感觉真的是幸福感爆棚，幸福指数很高。因为别的城市我感觉节奏太快了，然后一来这里感觉是。你刚那个接了把他们报价报给你多少？行，先这样吧。尽快老款。你们看这个车，赵大师开车了。你看我开车多稳。赵大师，慌不慌？这速度很不稳。现在要准备入住了，入住酒店。入住了，再见。行，酒店见。看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本以为我们觉得这儿没有床了，就，但是神奇的地方来了。哟，啊！这里，再来这里，看，这边就是江边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卧室，然后再过来，这里还有一个卧室。哇塞，躺在这边，哎呀，然后转过去看看夜景。你俩住那个大的吧。行，哎，其实 OK 了，其实不出去吃东西喽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接下来是我的了，我的整了一个牛奶的，怎样？好吃，行啊，是我喜欢的口味。粉丝先吃，吃完再吃。哎呀妈，这大口，看出来真的很好吃。哎呀，我天，这手法，我天哪！啊，真带范儿哈。哥，你看不出来是我儿子吧？哥，这是我亲儿子，我俩真的是长得有点像。你们是不是北京的？是不是？哎，您咋知道呢？听出来了，地地道道的北京。巧了，还我温州的，还我广州的啊。您说巧了吗？太尴尬了。哎呦喂，您瞅瞅，这我儿子，儿子香不香？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吃的东西。你买单了吗？爸爸买啊，今天爸爸给你的压岁钱不够啊。给过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小嘴巴。哎呀，可以吧，这表情管理香了吧？可以的，哥，再来一个啊。哎呦，这不接三个食品广告。哎，他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每次做好，他都正好是一个盘，真香！你这榴莲不行，我不吃榴莲。我也不吃，但我吃榴莲味的东西。哦，行了，我的也来了。不沾蛋直接吃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新菜上来了，上了个，这是豆腐是吗？你们先吃，你们吃完我再吃。没味儿，它是不是放孜然呢？没味儿，它好像麻椒，嗯，是麻麻的。咱们明天吃过桥米线吧，行不行？行啊。贼高的气球，不知道去哪。走吧，这个一定。咱们也整个那个，哇，就整那个。一定要整这个吗？一定要整。今天累了，明天再整吧。
毙了毙了，咱们玩的就是，咦，这一会儿得还回来，你都没地儿停。有啊，就还这儿呗。不是，这你骑着出去，一会儿还得骑回来，不然呢？大圣租车扫码。行了，租一个吧。那我们选一个呗，就粉的吧。选粉的。对，车子越狠，技术越稳，懂吗？行，我们就猛男芭比粉。冲了，粉色，对面那个橙色。哎，你都已经能骑了，加三百了吧？我们现在出发喽，去江边逛一逛。赵大师开车了，你看我开车多稳。赵大师，慌不慌？这速度稳不稳？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后视镜好像没用一样，根本看不见。你看得明白后视镜吗？我看不见，对吧？哎哎，我得调一下。你就看不明白这个？看明白。行了吧，咱就冲吧。咱能冲吗？走啊走啊，咱往前冲行吗？快点儿，出发了，够够够了，江边见。江边见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主要是有你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就很不好算这个距离。哪个？就是我，对吧？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碍事儿。行了，就这样了，毕了吧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江边咱们没溜明白，没溜明白，真没没溜明白，就是没给没看着，没给大家对，然后也没给大家拍了，咱们就回酒店了，对，回酒店了。又蹭下了，兄弟，行了，我们回酒店了，明天好好的玩。今天好好到位了，养精蓄锐一波。行，到位了，撤了，挂了啊，闭了吧。咱们明天是过桥米线吗？米干米线，米线，真丰盛。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个特色，全羊美人醋，但我就完全没法喝醋，然后帮你们尝一下这个，就是跟平时的醋，哎，这个跟平时的醋有什么区别吗？有点类似那个苹果汁啊，就苹果汁的感觉是吗？对，尝一下，还可以，开胃。啊，跟醋还是完全不一样。大家如果来了，可以尝一下这个美人醋。OK OK， 开吃了，兄弟们，先来口原味的。嗯，好滑，真的好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挺好吃。那麻油香，这个不是辣椒油，那是啥？香油，香油啊。嗯，我先来点香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香了，不能吃太多，这么多够了。吃太多会润滑，你容易擦稀。吃饭呢？我为他未来的旅游预一下警。哎，这离大理大概多久啊？两个方向。两个方向是吗？我们是最南边。啊。那是西北边。比如说我们开车。意大利就要十几个小时，十几个小时啊！嗯，对。哇，真远啊！嗯。我不吃凉的。鸡胗、鸡心。我不吃那个。我有点挑食。你看出来了，就是没饿着。你就饿着？啊？你就饿着？我说你挑食。哦、哎，他是毛病很多的啊，这个绝对不是。还好吧，我觉得还好。你不也不吃这个吗？我挑小食，你挑大食。它这个肉末好好吃啊，这个肉末真的很好吃。带儿子去玩了。哎呀，哎，开不开心？快不快乐？还介绍一下，就是咱们的导游菜菜，然后这是。小样子，这我儿子，这我儿子，哎呀，带儿子去旅游了，走了。
我们现在原始森林公园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。边上，你瞅瞅，带儿子去公园玩了，他开心坏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，是吗，儿子？是的。妈呀，我们刚刚那个，刚刚从热带雨林出来，我们上船了。哦耶！唐宗庭，怎么这门长得像厕所门一样？哎呦哎呦，大孔雀！这酱排骨真是香，喝个冬阴功汤。啊，你们看不到，这个玉米贼好吃。咱们俩每天都有饺子。昨天也是饺子，今天也是饺子。来个空心菜，空心菜也好吃。我在西双版纳给你们干杯。我们现在换上了这个各色服装。咦，一会儿有妆发了，有。闭嘴哦！你闭嘴了，哥！这人在我隔壁。行，我要开换了，换完说，拜拜。行了，准备整头发了。再见。耶！忘了跟大伙说了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现在我们在拍照片。他在给他拍，他在给他拍，我在拍他们。我们就是嘎嘎一顿乱拍。然后那边有音乐节，呜！起床了，海鲜。起床了，要到了，凉拌。